好，大家继续绝对玩 D N 啦。咁今次咧就翻到呢一个海滩，而家咧就要落去啊！海上庆典已经开始，只能携带一只精灵，请问你要参加吗？是，搞错啊！有啲咁嘅嘢咩？我唔记得咗，有啲咁有趣啊！海上庆典净系俾人带一只虫，咁啊知知啦。好，呢一度我哋就拣最强嘅主力就系、是、牛蛙军啦，当然就系、是、好。其他嘅话我谂。未必夠打啦，其他嘅太低靓，未必夠打。仲谂住俾只河童升呢啲，因为我哋有只新嘅河童咧系轻快嘅，以防万一我哋带剩饭俾牛蛙军。好，参加庆典，一只精灵，好好享受啦。好，跟住入面系有两条，信唔信？有啲 NPC 会唔会有两只啊 ？OK， 去啦。好 ，OK， 入水就要做基本咩基础运动，呢度用。冲浪啊 ！OK OK， 会唔会有两只嘅 NPC？ 好期待，等我细心观察一下先。偷渡入嚟呢只，呢只唔用得咯，好似呢只都可以用嘅，应该系嘛？哇，龙母！哇，快过开咗两次之后就快过啦。水母啊，好几有趣嘅，其实呢啲活动啊，呢、這、一个哎呀，知知啦咁就哦。真啲输，争少少输啊！翻翻去先啊！我觉得呢个劇情咧其实几得意，因为咧佢系限制咗你一只精灵过啦，都几有趣，有一种活动嘅感觉咯，即系好似 Pokemon 入面搞一啲举办一啲活动咁咯，有啲投入嘅感觉咯会有。好嚟啦，好，大家暂时仲系一只精灵啊，好乖仔，大家都系一只精灵，有冇偷渡入嚟啊？唔系、啊。呢、這个系咪要用船窝噶？我冇船窝喎，冇带到船窝。我嘅心雨照用冲浪，基本上全部用冲浪就对嘅啦。啲泡鱼，好，我想开蚊怕水啦，已经。点解可以多成多怪成咁嘅？呢只水，呢只啱晒，你由地面属性一下水就死硬。我改咗天气，水啊？啊唔系，唔得唔得唔得，呢度用。高音或者压制啦，好压制啦，好系咪用漩涡咧？我唔记得咗，咁啊麻烦啦！如果用漩涡，冲浪啊！哇、哦，快过我，精神干扰 ，OK， 啊压制啊，好 ，very good， 呢度有一石，呢次要用压制，因为突防太高啦。Yes， 麻痹咗。下个巨小怪水，哦，用错技，好在，哇、啊，系唔记得咗，佢储水嘅，压制啦，我可能输条高音，哇，真系输，巨小怪好黑我，黑住我牛蛙军啊，掹怕水先开个，我行右手面下先咁先。右手边系去边啊？系咪入村噶啦？已经，我唔紧要。水啊，化石鱼，61咧呢度。哇哦，呢只霓虹鱼，冲啦！高压水泵，水泵。哇，去边嘅条路？冲啦！哇，火箭头锤，跟住用力量香草啊！系嘛？冇睇冇记错，好似系呢个配搭啊！饮个奶先，有冇奶噶？有饮奶。OK， 嚟啦。叉尾浮游，叉尾浮游系细只嗰只。哎，到啦到啦到啦！太好啦，劲快就到咗啦。睇先，呢度系咪有劲敌要打？冇记错，好似系上面嗰好似要打。哎，呢度前面有个灵马喺度，多攞翻啲精灵先，攞翻啲重先啦。呢度唔记得系咪要打咧？照旧啦，跟住咗只系咩啊？系咪拎错咗啊？仲有只应该系啊呢只，系咪齐？齐啦嘛。啊，齐啦，四护士喺度。我惊灵马都好似要打，我先上呢度。
主人群就一只精灵，但系咁嘅精灵做咩？呢个咧，我嚟打探拳击石板嘅。身为咧格斗专家阿四，应该会知道拳击石板嘅事，但系而家阿四唔喺度，搞错啊！继续海上庆烈啊，做咩你又有笔喺度？点解一行佢就即刻窒一窒嘅呢度？唉，估唔到你都参加海上庆烈，自从学堂之后冇见过你，好耐冇见啦，我已经唔记得啦。佢唔讲学堂，我都真系唔记得呢个人系咩人。即系呢一个系学堂嘅其中一个咩资优生定咩啦吓，即系一啲嘅霸王。好，呢、這个海上庆烈专门为咧所有精灵所开设嘅，你知系嚟俾各自培养嘅水系精灵，而我系呢一个话你又系优胜者，你又系学堂嘅一个咩啊？自幼身咁，你咪真系好犀利。受主办方邀请出席呢一个海上庆典，既然你哋都面前就嚟决一胜负啦。哇！你用只咁劲嘅重嘅，哇！好彩一下打咗咁一大半啫。哇！真系劲啊！睇嚟你培养嘅唔错咧，连我最强美纳斯都。总之我会继续咁样咧，好好训练自己嘅精灵，或者会有边度咧再见面嘅。呢、這个庆典差唔多结束，再见。好。哦，真系无聊，兄弟，上届优胜者走咗，真系无聊。你望咩啊？咩话？你话已经打赢咗，咁样嗰一打低你又有意义啊？又系你呢、這个，又系你呢个败者，同亲你打得冇好嘢，呢只嘢阿仔都死啦，应该打唔赢我。哇，开矛招啊你！啊系，佢用咗咩？佢用咗威吓，高音冲浪，其实冲浪会好啲，冲浪啦。哇！佢已经快过我啦，搞掂啦，正在真系无聊啊！大力哥嘅能力咧，净系去到呢度嘅。我料呢度唔系因为咩无聊嘅庆典，狩猎场入边火箭兵团咧睇上，一定有啲咩事发生。低能嘅，赢咗就话太阳啦，你输咗就话咧，真系无聊。啊，呢个就系输人唔输阵啊，跌落地都要执沙嘅典型例子。打探啊，喂。阿四唔喺度，咁阿四喺边咧？喺呢度啊，系阿四喺度。阿四，估唔到咧，狩猎场未开张咧，真系令人等得唔知。冇办法，我都系翻去补。哇，你唔系应该解决前面火箭兵团嗰两个先嘅咩？阿四喺度咯，点啊？啊，又唔喺馆内。呢、這个阿四好似系要打四打四嘅，冇记错。哦，咁我就放翻啲精灵入去啦，呢只啦，呢只啦。四隻啦，我记得好似系四打四，我照拎咗先咧。喂，我格斗家毫无畏惧嘅，赤膊应战咧唔需要多个用拳斗你对话。哇，呢只用唔到水系喎，高音啦，跟住冰牙咬左边。哇，独特呢度再用冲浪冰咬碎啊，唔得冰牙。好，哇，嗰只危险嘢喎。杀左手面嗰只 ，very good， 柯波龙赵高任呢度用冰牙，好动弹不得，你睇下招冰牙几强势，输咗冇嘢讲，呢、這个全部热打双打，如果你打开单打咧，你突然打双打，你会唔识打，会系极之痛苦的一件事，就好似我之前咁样单打咧，无端端要我打双打，唔识打。俾人打到咧，劲到极度痛苦，打得好搞掂。恰雷姆同个豪力，咁又用冲浪啦，之后怪力个援助李如龙啦，系啦，一个非常之强嘅 combo。呢度液态尾巴冲浪，哇、wow, 哦 perfect！ 我队伍开始成型啦，但系咧我仲未去捉呢个刺龙王啊。有观众有提过刺龙王边度有得捉嘅，但我未去啊，仲未去捉。好呢度啊，阻止佢唔好俾佢淋水。你要淋水啊？唔好意思，我唔会俾你淋水嘅，我唔会俾你淋水啊，惊你淋病啊呢度。好，系咪四打四？哦哦，飞流激流嘅瀑布啊，喺我头顶上。喂，做乜突然之间切断水源啊？竟然咁样打扰我收啊，我好劲啊！就好似咁样咧，每日都承受瀑布嘅冲击，咩话？同精灵冇关系啊，都系嘅。咁嚟打啦，啊，都系嘅，同精灵冇关系。你嘅训练同精灵嘅训练冇关系。我喺单打 ，OK。一直冲啦，哇！呀，爆炸拳。呢、這个走一走先啦，我哋换只李如龙。你睇下用子弹拳几阴湿。
呢度用液态尾巴，豆粒菇啊，怪你我啊，冰啊，哎呀，种子几玩着，哎呀，结冰啦又，犀利，火鸡，鲤鱼龙啦，照旧，系咪保护对面？闪电拳，怪你我啦，保护，哎呀，唔应该出呢只，错咗，喂，用火拳嘅佢。啊系，因为佢得火雷格呢三招，我快啲啊！好，哎呀，打唔中添，应该话打唔死。呢度用冲浪啦，哇，俾人踢死咗，冇办法啦呢度。呢啲运气问题啊，运气问题输俾佢。一开头嗰个爆炸拳太嗰个麻烦。不过我都想不到是打不死他的，死不死？我想我估不到是我只蛙君用冲浪冲不死的怪力的，是咯，打到是大半的。这里就换只鲤鱼龙，跟住用液态尾巴，哇，石印不紧要，冲浪豆粒菇用怪力鳄啦，都是冰牙啦，呢度我哋用最强的冰牙。蘑菇包子死啦，咁就冲浪扣几多啊？冲浪扣好少啫，照用冲浪啊！好，我点解照冲？哇，杀唔杀到？杀唔到啊！剑舞应该打死我。哎，未死喎，恰雷冇用地震鲶鱼，用呢度全部格斗系咁，多数都物理攻击，所以就剑舞冇用啦。嗯，冲浪啦咁。喂，试下试下 miss 飞失踢冰拳 ，oh no， 应该打死啊冲浪，哎得啦，下只，哦呢只 G G 啦，呢同我一样都系水，系最系同一个咩蝌蚪啊，蝌蚪类啊，哎冇中，中啊，嚟啦，跟住我哋就压制啊，瞓紧觉啊对面，我扣得好少，呢度冲唔冲到浪呢？对面系咩啊？对面好像是轻快，我哋照用冲浪先啦，冇醒啊！我哋睇下扣几多 ，OK 喎，但系仲要瞓多两弯喎，应该。啊醒啦！哎冇中，呢招八十命中啊！哇加速啊，仲要黐线啊！最高速系佢啦，已经，仲要加多速。呢度我哋照用冲浪，冇中啊！啊七十八应该死啦，要死啦要，哎冇死到。我输咗啦，咁啊冇办法，呢、這个咧打击徽章同你好合适嘅，有啊呢个打击徽章咧，到个城市都可以用飞天啊，呢、這个攞去啦，零一啊气合拳啊，哇犀利啊，咁都打赢啦，喂，啊挑战完啊，真系咧怀念一直努力训练自己精灵，然之后咧去呢个道馆测试，成为地区精英训练师，真系咧唔使啲咩，唔使现象嘅直率行为，就好似曾经嘅我。但我哋嘅训练师想做嘅事情，究竟系咪精灵想做嘅咧？精灵点解要互相伤害呢？唔通净系为咗满足训练师嘅追求，一直都喺度思考，直到我遇到首领，我先真正咧认识清楚呢个世界。啊，抱歉，抱歉，我讲得太多啊！我谂你咧应该都唔明噶啦，你做好自己啱嘅嘢就啱啦。如果你认为咧希望同我比试，我都唔会拒绝。咁啊，嚟同我比试一场，嚟啊！如果你希望咁样开始咧，我得翻一只精灵，跟住喂。我得翻一只精灵，然之后叫我同你打。喂，输咗唔使担心，我帮你回复，唔使特登走去精灵中心。哇，好串喎、啊、你都。我认为咧，一定系比我更加劲嘅训练师。好啦，我都要做啲事情啦。阿四而家应该咧喺道馆入面，咁我先走先。啊，关于拳击石板啊，唔、清楚啊，抱歉。啊，喂，咁都冇办法。如果有咩相关消息，全联系下我啦。点解一定要联系下你啊？前方嗰位非战斗人员迅速离开。喂，代有骑士啊！果然同情报一样，代有骑士出现嘅坐标就系呢个狩猎场。哦，嗰个系嚟自宇宙嘅精灵，都系第一次见到啲咁嘅精灵。以后咧，佢对于我哋火箭兵嘅价值，应该唔单止净系稀有啊嘛。价值咧唔系科学家追求嘅嘢，我追求嘅系无限嘅可能性。不过如果要讲佢嘅价值嘅话咧，不妨可以用你嘅手段嚟衡量一下。意思即系话，睇下有冇咧咁强大啊嘛。咁就俾我哋用力量嚟衡量一下啦。好，呢个系
呢个举绝招啊，应该叫精神镇压。呢招技能呢系远超过我哋已知嘅超能力嘅技能嘅。但系呢个对咧，我系冇效嘅。格斗技啊嘛，波动啊咩话？形态改变，呢个咧就系堕口技先嘅啲特别啊，改变形态呢个咧应该系防御形态。咁睇下集中嘅力量如何。哇！三只都弹开跟住，好形态有改变，果然唔系一般咁强大。果然具有咧无限可能性嘅理想素材。你认为点样捕捉呢个堕口奇希斯？捕捉素材呢个嘢咧，方法要几多有几多，只系生物一定有弱点同埋体力限制。结束啦，但系咧会出现喺呢一度咧，一定有啲咩物质嘅存在。我建议咧继续留守喺度咧，搜索同埋调查，话唔定有啲有用嘅嘢喺度。我明白啦。咁我同伦达咧就喺呢度咧守座，你哋翻基地咧。OK， 嗱，头先嗰度咧唔知点解嗰啲罐子一定要同嗰个嗰啲咩，即系新组嘅训练家嗰啲精英训练家咧合咗，啲话俾你听咩啊？啲石板喺边？点解一定要搭啲石板喺边？好，啲火箭兵团唔见咗咯，咁快做完任务啦，佢哋交完差啦，哎呀未拎精灵添。OK， 见到上面个火箭兵团蠢蠢欲动啦，好嚟啦，士刀，大狼血，好轻松啦呢啲，白雾唔要啦，射文红，冲咯，神速啊，冇乜特别，呢又未打双打，又可以冲浪啦，又可以冲浪流冲死队友啦 ，OK。你火箭兵团嘅行为真系越嚟越难理解。占领呢一个狩猎场对你有咩好处？你呢啲咧同你冇冇关，你只需要知道我呢啲个地头，所以入嚟啊，净系可以打，唔打嘅话就躝远啲。你都走咗嚟，我都系啊。本来谂住咧嚟见识下新嘅精灵，估唔到咧受到啲火箭兵团嘅阻碍，狩猎场一定发生咗啲咩事，同我并肩作战打赢佢哋咧。要准备好心理准备啦，你哋，我哋火箭兵团一啲都唔弱嘅。好，快死啊！全部三个，哇，唔死，喂，你点搞噶？咁都打唔死佢哋，哇，我中咗麻痹啊！喂，我死，地震鲶鱼咧，哎呀，四草喎，转一转鲤鱼龙先，无法收回，点解？有踩影啊，佢哋，咁冲浪啦，冇得拣咯，我要死啊，睇嚟。六叶风暴死咗，怪你我冰牙咬木天狗，狡猾天狗咬碎野巨人，喂打晒我度啊！搞错啊！发生咩事要打晒我度啊？自然因为树果变化，是但啦，学咗先啦。鲤鱼龙啦，跟住用液态尾巴野巨人。Oh no！睇嚟要输啦呢度，偷啊毒气箱之嘢先，偷得，有冇机会啊？靠你啦，兄弟，摇尾巴先，狂野电啊，加油啊，顶住啊！哇，靠佢打喎、啊、呢场，竟然系靠佢打喎、啊，出奇地，哇 ，very good 啊，顶住啊，哇，大镬，哇，冇技打呢只，惊吓。惊吓 ！Oh no！ 第二只唔冲浪，因为就一唔冲浪就赢到啦，因为佢第一只死咗。其实最好嘅做法可能系不断保护呢度。最麻烦就系咧中我麻痹。好，我哋用怪力恶先。怪力恶跟住用，哎呀，唔系喎，顶打错咗，应该用鲤鱼龙。不过唔系佢对面有岩石虫，打咗右娃娃先啦。系啊，佢用呢一个岩崩，暴走唔秒，十万福德呢个照用咬碎啦。very good， 毒爆弹呢个咬碎继续 ，very good 啦，百万吸收，正喎、啊，有百万吸收，由低升上就有呢个好处，有百万吸收。如果唔系仲用紧吸收呢招技能。
我哋唔好用牛蛙棍住啊！既然队友有烈焰喉，李元龙啊，得翻一只咋？咁你死啦！你要木天狗龙套式，哇！一只打天下 X 进化，好咩啊？我去打小智喎，即使做低咗我哋，前面都有唔少同伴，你哋之后死到一条，我哋唔会轻易放过你哋嘅。睇嚟我力量都系唔细嘅，虽然唔知道点解要占领呢一个狩猎场，但我哋已经冇退路啦。啊！我见到你同火箭兵团打，帮下忙啊！我系咧狩猎场嗰班人嚟噶，但系咧某一日火箭兵团嚟到，佢话咧有只宇宙嘅精灵降临喎，然之后咧吓走晒我哋附近嘅居民啊，好似揾紧啲咩？听讲呢一度咧有吸引嗰只精灵嘅物质，然后咧我哋呢班居民咧净系想翻翻居住嘅地方。睇到你战斗之后，你可以对抗嗰啲火箭兵团，想帮下忙啊！赶走佢哋，摆我身上，放心啊，老爷一定会赶走佢嘅。我哋一齐去收拾，得你一个自己喺度赶，冇谂住救，唔救喎。进化啦，依家系嘛？进化啦，依家好呢个嘅洛天河童出嚟啦。OK， 反正水射一只池都可以买到。呢、這个系咪要打一呢嗰个啊？我如果冇记错系要打一呢嗰个。我哋换只。等先，换只咩打好啲啊？点解呢个冇下马威噶？啊，谂到啦，用蛇矛熊打啦。估唔到个训练家嚟到呢度，冇办法，等我嚟收拾你啦。哇，黑老家嚟嘅，搞错啊！换牛蛙棍先，火焰喷射，太铁真啊，少年，能量球。好，仲有咩重？巨牙沙。巨牙沙照用水，再水加速特性，呢只系超能珠，换只鲤鱼龙先，咬佢，逆太尾巴，即使打低我，你都唔可以打得我两个小弟嘅，双打有啲过分喎，双打偷走个毒粉罗嘢先，跟住逆太尾巴打佢，头特打臭泥，逆太尾巴左手面。我毒钉，毒钉一落嚟又要踩咯，唔紧要啦，照踩啦。呢度冲浪啦，要冲浪。地震鲶鱼，好。哇，相当麻烦，开地震先。呢、這个百万吸收左手面，哦，又赚少少。Oh no， 有冇机会要 GG？好知知啦，鬼蝎打唔到喎，鬼蝎打唔赢喎，呢度照用冲浪先啦，再冲 ，Oh no， 有啲难打，好，我有冇飞天起身啊？我想飞翻去捉嗰只嘢而家，啊冇拎到喎，我要揾翻喺边度拎喎，啊唔紧要啦，到时再揾啦，好。咁暂时今集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劇情啦，去打嗰三条友，应该打得赢嘅，不过都系睇一啲运气嘅，呢、這个 game 需要实力再加少少运气就赢到噶啦。OK， 咁今日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。咁中意啊，俾个 like 同埋咧，揿个订阅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